1978年10月16日，卡罗尔·沃伊蒂瓦被选为第264任天主教教会首牧，名号为若望保禄二世。梵蒂冈电视中心搜集珍贵的资料，集成一部全面独特有关若望保禄二世的纪录片，由意大利 HDH 通信分销商发行，优惑可在 www.hdhcommunications.com 网站上浏览详情。为庆祝这位波兰教宗被选30周年纪念的光盘现已发售，由今天起至11月16日，在网上订购者可获7折优待。此外，阁下可登上 HDH 的网站，便浏览到由梵蒂冈电视中心所搜集有关先教宗的珍贵片段。